那我们有要玩一个游戏哦，叫做恐怖蔬菜。你要用不同的鬼的方式来讲出你要讲的蔬菜名，但水果不算哦，你不能笑，然后也不能就是超过三秒讲不出来这样。对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挑两位玩，是因为两位眼睛都很大，我怕我会输，因为。我眼睛太大吗？我们玩的又不是比眼睛大小。谁出谁到五次就拜拜了，结束这样就结束，就要看他惩罚了。对，我们就有惩罚，等一下的惩罚也是我们精心熬煮的。哦，突然好想要输哦。真的吗？你是鸡汤吗？我们猜拳决定谁开始好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小白菜。红番茄、啊、金汤菜水莲、啊、茄子小黄瓜我怎么觉得我自己笑？有难对不对？有难有难。虽然只是讲菜名，而且有最难的是你讲的水莲，我本来要讲。番薯。苦瓜。等一下。这一乱都是女鬼、哦，是哦，对，哇，是女鬼，这是这个是大女鬼，对呀、啊，猴头菇，哦，我额头骨好不容易忍下来，你看他讲的什么菇，香菇，啊，香菇，哇塞。好热啊！我也热起来了。我现在脑画面都是一些菇在我旁边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大眼睛的对我这个真的是……什么？等一下，榴莲是水果的。我要讲莲藕，我要讲莲藕。OK， 我两个了，我两个。你要不要直接惩罚？好累哦，你。二十号，亚龙鱼，芹菜，好爸爸。我在憋笑，是你笑出来。芋头，番薯，挑级，挑级，挑级。
种东西叫屌鸡吗？我们听众有没有一种东西叫屌鸡？我记得有一个东西叫屌鸡。我觉得你很会善用一种，就是一直看着对方说，对，就是憋你们笑，逗你们笑，这就是我的伎俩。大冬瓜，金针菇，干嘛？干嘛？你刚刚讲金针菇吗？金针菇。你讲的，对，看一下，现在都已经十二题了，我记忆就是那么不好。你好棒哦！算你啊！啊！大饭娘！你是蒜苗，我是大蒜苗，一样吗？哇，亲戚不行就对了。不要两个账账。好，两个账账。不要一个账账。韭菜。大蒜。抽。啊，你们两个都同。你真的是好选择哎。真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两个渣哎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阿丘吧来看斗输赢，看谁直接输，看谁直接输。好像就是你们两个啊，就是我大姨妈，然后他，这是自己煮的哦。那一定很健康。嗯、对，是真的很健康，真的。很苦吗？我就觉得好苦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戴浴帽。我喝一杯就好了。当房东的苦，干了。干了，干了。不用怕了，你看我浴帽都戴得很完整。哎，你戴错了。你戴起来还是那么漂亮。浴帽是要这样正面这样戴。哦，这样。大家都知道我是谁好吗？大家请看猪屋。祝我们流量第一名。耶、yeah!。有没有苦？很苦哦。我觉得这个苦茶可以出一集那个恐怖书店的篇章哎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小师，谢谢浩哲，谢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频道，随时都会有更新影片哦。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通知。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